什么会有这个构想？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念海洋环境的背景有相关，然后我又很爱潜水，那每次潜水的时候往水面上看都是垃圾，然后又往底下看，常常会觉得、为什么我们的海这么脏，即便我游了很远还是很脏，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垃圾，或是现有的清洁方法是不是有什么困境。我们希望他未来到每个港湾，他能够知道这个港的垃圾会在哪里，这个季节他会在哪里，他自己去收。困难的是让机器做，重复性高的事情让机器做，危险性高的事情让机器做。我们希望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，任何一个港湾都可以有一台，他每天照时间就去把垃圾帮我们捡回来。